大家好啊，是 Angel 姐姐啊，好久冇拍 YouTube 啦。Angel 姐姐 after a while 呢就自己同朋友嚟 camping 啦，喺 camperz 睇 out， 落好大雨啊！你睇个河水几鬼点讲呢 very the strong 啊！原本咧连个石鼓都睇唔到噶，而家都总算好啦，睇到少少石鼓啦。嗱，你睇嗰啲水几用，几唔识讲啦，唔识形容啊！之后咧，点解 Angel 姐姐会自己拍呢个咁嘅 video 咧？系事关我哋最 A 一 B 先 ，OK。我哋最亲爱嘅陈老伯咧就已经系走咗啦，离开呢、这个。这个咁美好的世界啦，留翻低 Angel 姐姐一个人喺度拍个 video 仔咁啦。